主料：茴香500克，鸡蛋2个，面粉500克。辅料：油、香油、盐。准备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制作时间：30分钟到1小时。用温水和面，面团软一点，浸15分钟。锅烧热，把鸡蛋拍好，搅碎，放凉。茴香切碎，大蒜包皮切碎，茴香、鸡蛋、大蒜末放入盆中，加入适量油、香油，搅拌均匀。面团搓成长条，切好，做成面剂子若干。面剂子从边缘擀开，做成面皮，把馅放上，像做包子一样包起来。像包子一样把包子擀开，尽量圆一点，饼铛烧热，加入少量油，馅饼皮放入锅中煎熟，完成。烹饪技巧：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